第24届南非国际贸易展日前在南非约堡登场，全球30多国厂商共襄盛举，吸引上万名非洲买家关注。台商也积极组团参加，盼拓展非洲市场商机。台湾团本届由贸协和经济部非洲市场推动办公室协助组团，共邀请10家台商展出产品，包括5金、轻重型推车、太阳能照明器材、一般生活用品及酒类等多元品项。驻南非副代表石成茂也到场为台商打气，和业者交换意见。参展的台湾铅笔画材业者表示，不少顾客接触后都给予产品高度肯定，大赞物廉价美。对于合作的构想，也能提出正确的问题，证明开发南非市场并非难事。期待未来能找到优质的代理商，共同为台湾精品创造外销新商机。